抢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。死亡率直逼四成的中东呼吸症候群在菲律宾出现首例，疾管署提醒民众赴中东旅游应避免接触骆驼，以降低感染风险。香港东亚银行披露，去年大陆不良贷款率增长近两倍，香港银行业也因为大规模借贷给大陆企业面临债务风险。瑞典平价品牌 H&M 早上十点才在台湾开幕，但店门外三天前就有民众前来排队。艺人成龙之子房祖名今天刑满释放，为了躲避媒体，他上演高速飙车，连闯红灯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。